法脉就是精神，宗门呢，那就是功能。人世间需要有这一道道的慈善之门，爱的启开爱的大门。一个人的欢喜不是小，是小欢喜，然后那个全家人的欢喜才是大欢喜。做慈济之后呢，因为要和颜悦色，他们也改了很多。我以前也特别爱发脾气，然后现在的话我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提醒我们南众的师兄，有时候您排别的位置哦。因为我们就熏法香嘛，然后就知道从法里面就联想到一些事情，然后就直接沟通了。大家理念一样，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慈济把我这个家绑回来。这都是人间功能啊，有好的功能必定呢要传承来自于精神理念。精神理念就是精，就是法，法真理，人世间的真理不可能磨灭掉，一定呢不断的。就如黑暗势力有这一盏明灯，这灯就是真理，让我们通透看到一切事事物物呢，很清楚分别是非，这就是智慧，也就是心灵的一盏明灯。人是一家人，有好多点相信，跟维护的选择。灯要灯灯相传，一个个的把爱的能量、真理的传承，一定要不断传下去。真的很感恩啊，建立了净师家风，我们的法脉就是由这一群弟子呢，他们就肯吃苦，能承担呐、啊，他们可做可说，让我安心的。说他们所做，做他们所说的，这就是净师的家风。觉得可以少福田，少心地，开心，然后很欢喜，可以把金色都弄干净，整个草都清光光，觉得很棒。就是体验这个金色师傅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金色。这岁末祝福，现在还可以走，也要把握姻缘。分秒
我都不愿意放过。只要还可以走一步，就不希望这一步停歇。可以过一天，我总是期待这一天不空过。这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目标，也是呢，心愿如此。